大家好，我是老陈。现在看到的这条高铁线就是武安高铁，这两天正在试运营。刚刚在底下问了这边的一个在这边看守的师傅，他说今天有28趟列车试跑，等一下列车就会过来了。我现在在这边等一会儿，等着列车过来，拍它经过的瞬间。看一下这350公里时速的列车，跑起来有多么快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稍微等一下，这个位置是花岗镇大黄村这边。我现在站在一个小土坡上面，这边堆了一大堆，都是工程的土方堆在这边。这个位置稍微高一点，看得要近一点。今天风很大，特别大。刚刚还是晴天，现在突然转阴天了。那边有位师傅在那边看守，这边刚才还有一位师傅到那头去了。列车马上就来了，这天阴得很快啊，我害怕它等一下下雨啊。我今天准备是去丰乐镇。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下雨，下雨就麻烦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哇塞，就像火箭一样。那头过来的是从肥西站，从我们肥西站过来的。肥西站过来到这边其实也就是几公里啊。它速度可能还没完全提上去，不过也是非常快了，唰的一下就过去了。我以为它是跑那边的线了，我准备到那边去，然后一看灯亮了，已经过来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又跑上来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边吧。好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